飞师，你刚刚说要观察这个国际股市，还有这个成交量。那今天比较强势的要数电子股，之前因为禽流感受挫的航空等相关类股也纷纷回温。那明天要留意哪些重点观察股？好的，那我想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区块哈。那传统产业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呢，像最近哈这个1216的统一呢就蛮强势的哈。那当然统一的部分也会带动它旗下哈，包括像做这个包装材料的这个9907的这个统一石哈，那最近呢也是有获得这个法人的一个买超哈。那另外呢，像2062的这个乔春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，它是属于传统产业里面有做这个卫浴设备的一个水龙头哈。那我们从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房地产的景气看起来的话呢，都是持续的稳定复苏当中哈，那其实乔村呢有蛮大的一个比重哈，是出货到这个美国地区哈，所以说呢在传统的一个产业来看的话哈，这两档个股其实今天呢盘中哦都有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哈，那礼拜一的一个大跌的一个状况呢，几乎啊这个跌幅已经完全的一个收复啊，所以我想其实这个是可以留意的地方哦。好的，谢谢分析师，明天我们会继续带您掌握台股。